因为我们的头皮是从底下的毛囊长出来的，那我们的皮肤有分成表皮层跟真皮层，真皮层里面呢就会有皮肤的这个毛囊的构造，平常在家里面的这个清洁啊、照顾啊，保护到的都是只有表皮层的部分，真正里面的毛囊你是治疗不到的，你也是没有办法照顾到的。所以我们在医学上可以透过几种方式去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第一种是透过雷射，雷射又分成低能量跟高能量的雷射。那比较低能量雷射，它是透过一种600多波长的这个红光去照射到表皮层跟底下的真皮层的一小部分，它的能量因为非常的弱，所以呢可以到居家的部分去做使用，那也可以到院所有一些比较有高级的一个设备，可是它不管怎么样都是整个照射到比较表面的地方，所以它治疗频率要非常的频繁，一周要照个3到4次，甚至要天天照，它得到的成效呢可能会有一些，但是很缓慢。那另外如果比较严重的病人的话，它效果是比较有限的。另外有一种比较新型的高能量雷射，它就是可以直接穿透到比较深的到毛囊根部的地方去刺激里面的毛囊干细胞的活化。这种雷射呢，因为能量比较高，所以必须要由专业的医师来操作，治疗频率也不用这么的频繁，平均1个月1到2次就可以。针对那一些毛囊只要还没有到完全萎缩死掉的这些头发，是都会有帮助，可以帮助它从细的头发呢逐渐长出粗的头发出来。